年43岁嘅黄宗泽又有艳福啦，有女网民晒出一张相，相中黄宗泽疑似被空袭，相中嘅女网民以低胸装示人，贴近黄宗泽影相，而一边嘅黄宗泽双手摆喺后面，以示清白，依然保持微笑，好绅士。有网民就留言指，男方咁嘅姿势算系相当避嫌啦。佢恨不得走出照片，又有网民指出，第一眼睇错，以为黄宗泽女友官宣恋情。